第一屆的日子真的夠了，50年，是啊，都叫做順風順水的，是吧？我有我自己的年代，有自己的觀眾朋友，所以每個人都要好珍惜自己的時光。呢首歌佢所表現的感情係好豐富的，今次我係第一次在演唱會度唱嘅，咁希望能夠感動到你哋啦。天荒地老，已不見你，暮暮與朝朝，我去痛苦的相思。寒冷拨动我心跳，爱你怎么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缘难了，情难了。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。希望你。阿秋官啊，有句歌词话，就算一切从头开始，都会咁选择，你会唔会啊？会噶。我也不会改变主意，我选择了你。你选择我，我选择你。观众啊，选择嚟睇我哋喎。我哋选择对方咧，就成为终身拍档，系无错嘅。无错。你哋选择睇我哋，亦都无错嘅。我一定会陪你，都不错啦，我们都合作了几十年，还想做几十年，难不通？是啊，没了，一定是你的，即是你没有第二个选择？没，好啦，绝对不选，收货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好一个迎春谁人不爱他，好一个迎春花，原来大地受彩霞。这首歌很特别，一听到个过门即是 intro 呢，你就可以叫得出这首歌的歌名，还有你会联想到电视剧里面的剧情，还有就是我的招牌动作和舞步。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，哇！黎俊生啊，已經係啊，時間過得非常之好。喺我幾十年嘅工作裏邊，我都係屬於好好彩嘅，因為喺不同嘅階段遇到好嘅劇本、好嘅角色、好嘅歌曲、好嘅觀眾。离别咧就系有啲不舍，但系咧就正正因为有离别啊，先至会明白相聚嘅可贵，重聚嘅可贵。系啦，咁啊，我同秋官都会应承大家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哋一定会翻嚟呢一度，翻嚟呢个马来西亚呢个云顶啊，云星剧场啊。你去想，你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。